2017年4月22日，今天是 LASEK 右眼refinery 手术的第28天，第四周。然后之前第三周的时候出去陪国内来的朋友到苏格兰自驾游，所以没机会录这个 log。刚才测了一下，右眼是1.0，然后重影有比较大的好转，但是还是会有。然后昨天回去上班的时候看电脑屏幕还是有重影，但是已经比之前的痛苦少很多了。然后药呢，因为出去玩嘛，也没有很按时的点，但是感觉还 OK。眼睛也不需要戴什么墨镜了，出太阳的时候。然后今天是第四周，然后回头再看一下后面1-2周。